吃都去吃豆花，我真的每个礼拜都去吃豆花。真的吗？每个礼拜，每个礼拜，真的每个礼拜。你自己推荐的是哪一招？可是它没有名字啊。啊，没有名字的。没有名字，它没有名字。没有名字的老店的感觉吗？一个奶奶。奶奶他都认识我们，每次都去奶奶的地方就好吃，最好吃。有一个有名的饮料店，嗯，在那附近，可是我要查一下宁夏夜市耶，在夜市外面。